来玩这款海外版的《暗黑破坏神：永生不朽》。游戏本身的下载容量是相当大的哦，我是选择全部下载的。你看，很多，算算也是5G 上下的，而且它连线下载有点慢。好了，有6个职业。这是弓箭啊，远距离的。这个是近战，这也是近战的。要玩哪一个职业好呢？这个是召唤师，魔法师好了。这样子技能看起来应该比较明显，魔法师的妹子。哦，这部作品也拖了好几年了，应该是会挺不错玩的啦。拖了那么久，什么细节都该照顾到的吧？有点卡。拿到了什么宝贝啊？这暗黑的精髓就是打宝嘛，对不对？不过在手游要重现以前的打宝风格，可能吗？要持保留态度。这是不错的啦，技能的话比较偏向柔和一点的，还可以哦，还蛮顺畅的。奇怪，我怎么感觉13月好像做的比较好一些哦？这个流畅度，不是啊，就是碎片了。不过13月倒是比较烧手机啊，两者比较下来。这款还好，13月是因为他所有的身上那些啊，那些零零散散的小物品，那个碎片啊，很多很多，所以看起来就更有真实感一点。这有补血的。
还有武器哦。哦，刚刚有爆那么多装，我都不知道哎。奥义来了。哦，多个大招哎！啊，这些先不要捡了吧。试着捡一下吧。嗯？还在跑剧情？来了，新手关也上过了。锻造分解，刀怎么输出啊？感觉那招没输出哎，他损血超慢。等他挤满吧。还是火灼术比较好用一点。大招！游戏就玩到这里吧。
整体还算是不错的一款游戏哦。六月的大作，这一款一定是榜上有名的啦。那就期待台服正式推出吧。大家拜拜。